只与命运相伴，新的篇章与你开启，在同个世界，同一片天空下相遇。我警告你，赶紧带着你的人出去，别妨碍我们学习。你们打人，把你们人怎么了？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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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都大学生了还打群架，瞧瞧你们现在这个样子还像个学生吗？老师，跟他们没关系，都是我的错。你哪个系的？中文系。什么名？连杰。中文系的花名册上就没你的名儿。你不是电子工程系的吧？哦，我是电子系的。你这个同学竟然让别的专业来给你背锅，这事儿不可能就这么轻易过去了，我要给你们记大功。老师，是我们先动的手。你怎么也跟着下山虎来？算了，所有人警告处分，这个仓库啊，这两天就让他给关了，你们全都别用。小九，最近怎么没见张宇博呀？嗯，我也好久没有看见他了。同学们，下面播放一条紧急通知。今日上午，我校学生连杰、张宇博、林一彤等人因抢占社团活动场地时发生了冲突，打架姿势性质极其恶劣，现其余几人警告处分。同时，经学校决定，即日起仓库封闭，任何人不得再使用仓库。张一博，行吧，姑奶奶。好，咱不生气了啊。我不就是想跟他共享一下场地吗？谁能想到闹出这么大事儿？我们本来就不属于这个世界，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调查张宇博为什么失踪的。你好好的待着不就行了？搞什么预言社呀你？我在这儿不就认识你一人吗？那你整天对我爱答不理，张宇博张宇博的一天天，那我再不琢磨点事儿做，我不得闷死呀？你成立原社也就罢了，你和他争夺什么场地啊你？我都说过了，我只是要跟他共享场地。要是连你也不相信我，那我还在这待什么劲儿啊？那你可以回去啊。回去就回去，那你告诉我怎么回去？你跟我一块回去吗？我不回去。就为了那个破张宇博？你知道什么呀你？我这还有个心结没解开呢，我不回去。要回去你回去。
张宇博呀，张宇博，你到底上哪儿去了？这件事不会和你的失踪案有关吧？你了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就仓库那事儿，都怪连杰，我替他向你道歉。我现在不想说这个。要不我帮你去和学宫主长说一声，万一还有商量的余地呢？你还有别的事吗？你要没事的话，我先走了。我还有事。张宇博，竟然玩摇滚乐！不，居然有暴力倾向，张宇博，他不是老师传说中的好学生吗？对呀、啊，看不出来呀、啊，居然有暴力倾向！哇，哟，还把队友供出来了！哇塞，真没想到！你们别看了，这不是真的。怎么不是真的了？你看这大字报都写着呢。我都说了这不是真的，你们别看了。到底是谁呀？你们这是网络暴力！什么是网络暴力？被黑暴了他。哎，对对对，开除呀！这不会毕不了业呀，这个人！你干嘛要撕这个呀？哎，你是不是谁？你干嘛要撕这个呀？哎，这样啊？你干嘛了？我们在没有完全了解一个人之前，不能随意的评价一个人。仓库被谁要封了？我们可能要解散了。少年们，咱们不能就这么放着不管呀。那能怎么办？咱们总不能把仓库撬了吧？要不咱们找学工处长说说去。我同意，我们也去。对，我们也去。老张，你觉得呢？算了，我和一同去吧，人多了反而不方便。你们俩等我们俩消息。有事儿。总是在梦中遇见你，我好想你，我好想你，你这般的人让我的心为之颤动，我还在爱着你，实在放不下的答案，不要感到孤独，
写下的记忆。